见你是攀爬的山上有默契回响，天深夜海浪拍打在人们心上，幸福是口渴只是能有一杯水送上。我说见你是失落的时候有人给希望，你是我的花牡丹，谁说女子不孤单，带我抵达梦想彼岸，您怎么老擦您这破鱼呀、啊？那再擦就掉色了。我真应该给你这破嘴缝上。什么叫破鱼呀、啊？那玩意儿多擦擦才就来了。哼！哎，我们之所以啊，把海云时装屋的牌匾做得跟好运服饰一样，就是想啊，以假乱真，混水呀、啊。摸鱼，哎呀，怎么什么事儿一到你们俩嘴里就变味儿啊？啊，这个呀，是杨春红杨总的主意，叫借力赏力。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来说说你们俩的事吧，怎么样，都顺利吗？那还用说吗？我们哥俩这配合呀，那是相当的默契。这面料呢，也是按杨春红那娘们说那么办的。我当时呢，呸！你怎么说话这么不注意啊，老刘？什么叫那娘们儿？杨春红那女的就跟小妖精似的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。是啊。不管我们心里的多不乐意，他也是我们的头啊，所以我们得统一口径，一块管他叫杨总。凭什么呀？就凭严老板的一句话。好多事儿啊你们不知道，海云股份有限公司啊现在已经正式注册了，目前正在走流程，所有的股东那都是严老板一手安排的，虽然咱们都在领导层，但是咱没有真正的股份，只有杨春红有，而且他还有好运服饰的股份呢。哦，原来这事儿是这样的。这么说我就明白了。你们还记得严老板让我把股份交出来吧？落到哪儿了知道吗？杨春红的名下。现在这股份更名啊也正在走流程。这个女人不简单呐。当然，现在她对外的官称啊是总裁兼总经理，我是常务副总经理，你们二位也都升职了，你们是海云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。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们跟着严哥混这么多年了，到今天还是一马仔，那他杨春红呢？不是，他才干几天呀，他现在是总经理。不是，这都是人，男的跟女的怎么差别那么大呀？嘿嘿，你还别有脾气，你要是不服的话哈，下辈子你也托生当个女的。嗯，
哎，你要是觉得下辈子来不及啊，你这辈子可以去趟泰国做个手术。那感情好了，这严老板都得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，那杨春红就归你使唤了。杨春红以后就是我的小丫鬟了，我天天让她给我洗脚，不洗脚都不成，我让她陪我洗澡，我就洗刷刷洗刷刷。让谁陪你洗澡啊？哟，那个杨秘书，不是那个总裁，杨总裁，刘副总，您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儿，对吧？不是，哎呀啊！我看你们刚才聊得挺热闹的呀，继续，我也想听听，让谁陪你洗澡啊？我自个儿搓搓就行。你还有脸笑？不是，男人做事敢做敢当，可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居然还笑得出来？以后嘴下积点德，小心自己毁在你这张臭嘴上。欢迎光临，在下已经恭候多时。真受不了你，不过呢，确实是我不对，我来晚了。哎，李总历来是日理万机，能够在百忙之中光临指导，真是让小的不胜感激啊。您请。你再臭屁我就回去了。哎，别急呀，奴才说错话了，招惹了老佛爷生气，您息怒，我息话。现在说句真心话，衷心感谢你们娱乐快拍能够和我们图说时代再次合作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少来虚的，用不着。这可不是虚的，我是真心感谢您的宽宏大量，不计前嫌。您是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宰相肚里能撑船。又来了是不是？哟，小的错了，小的掌嘴。懒得理你。几点了？你哥怎么还没到？我哪知道？要不打电话催催？哎，嘿，你看，说曹操曹操。哎呀，丽丽姐，你终于来了，可等死我了，饿死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，刚刚路上遇到堵车了，改天专门请你吃好吃的。哎呀，没事儿。哎，哥，行了，咱们快坐下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就你嘴馋，我还没介绍客人。有什么可介绍的？我们都认识。你们都认识？啊，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没问题，黄梅，你认识我们金秘书吗？啊啊啊！不认识。自来熟，自来熟，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来，首先我先给李总介绍啊，这位啊，是我们图说时代网站的运营总监万豪。万豪，哎呀，你叫万豪啊！哎呀，万事通叫万豪啊！哎，大酒店是不是你开的？你太有钱了，你。万豪你好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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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万豪，这位就是时尚杂志界的一姐，娱乐快拍杂志社的主编，创意文化传媒公司的总经理李丽丽女士。啊，你好。
你好，希望咱们这次合作愉快啊。那个顺便说一句，我网上叫万事通啊，叫万事通就行。你好，万总，希望我们合作能够双赢。哎，一定。好，大家都认识，我们可以吃饭了吧？现在我就要重点的介绍介绍你。我有什么可介绍的呀？你头衔可多了，金秘书。啊，这位就是我经常向你提起的，让我为他操心费力，费力又不讨好的妹，好美。哥，你完没完？啊，好美小姐，很高兴认识你，经常在报章、杂志、网络上看到你。你好。这位呢，就是。哦，这位就是与你并肩作战、操心卖命的金秘书。他一回家就说你，夸你的话我都能背下来了。行了，大家都介绍完了，也都认识了，可以吃饭了吧？好，时尚秀开幕宴席现在开始。对对，坐下聊，坐下聊，来，上座上座啊！哎。哎，等会儿，别，先别吃，我拍照发朋友圈。哎，哥，我都说了我先拍个照片，人家吃饭前都拍照片，就你一个人在这吃。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？大家都认识，一起吃饭还得拍照片，拍完照片发了朋友圈还得逼迫人家给你点赞，你这样的就叫微信强迫症。吃饭，吃饭，来吃饭啊！我给你转。金秘书，你也坐吧。哦，好。我今天来是要通知你们，海云公司已经获批，今天就算是正式挂牌了。各位要尽职尽责，没事儿。多想想怎么把公司做大做强，怎么把好运服饰收归旗下，别整那些没用的。男人要做大事，而不是让大事把你们给做了。是，杨总，我们始终是按照您的指示，在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。是。面料。那个面料选了三种啊，一种是提花面料，一种是红色人造纱面料啊，还有一种是黄色卡其面料。质量？啊，质量都是上等的。出了错，我拿你试问。啊，杨总您放心，我办事出不了错，要真出错，别说您了，我自个儿把我这眼珠子抠出来当炮，我给他踩喽。哼，男人说话是为了兑现，而不是为了吹牛。打赌也要切合实际。一个说话不负责任的人，他发的誓就等同于放屁。对，放屁，吹什么呀？把眼珠子抠出来，现在就踩成泡。在这方面呀，你们要好好学学郝运来董事长，他说话做事从不过头，都是稳扎稳打，板上钉钉。只是有一件事情例外。啥事儿啊？说了你也不懂，你问啥？对了，我们第一批服装加工进展的如何？应该还可以吧。什么叫还可以？截止到昨天为止，到底生产了多少？什么时间完成？也就十天。明天把样衣拿过来。哎，没问题。那个仓库早就准备好了，服装只要一做出来，我直接押送到位。不要直接，我之所以让你找一间与服装集散地不搭嘎的仓库，就是要保密。狡兔三窟的道理，你们应该懂得哈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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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郝总啊，我可听桂花说了哈，他是纯粹为了还你的情才开这个餐馆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家桂花那就是为我开的这个餐馆。其实啊，这富桂花，它就是为我开的一朵花啊。看见没，人家这才是两口子呢，心里啊只想着对方，从不给别人留缝隙，过着可幸福呢，是吧，郝总？妹妹，你说的还真对，幸福死我了，幸福的我呀，这心里老是七上八下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跟你在一块儿，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很少。你不还是有七上八下吗？别老挑我毛病啊！我这七上八下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对你好了，七上八下的老拿不准主意。你都听点儿。哎呀，我们这群姐妹呀，是真羡慕你呀，富贵花，有这么好的老公，天天就这么甜蜜的陪伴着你，你说你这是啥命啊？操心的命呗，为老公操心，为儿女操心，为企业操心，反过来呢，老公为我操心，儿女为我孝顺，企业为我争光。哎呀，总而言之，没有付出哪有回报呢？人也是如此。将心比心呗，对不，老公？对对对对对，夫人说的极是。哎，我们家桂花一张嘴一套一套的，要不怎么说她在家是董事长呢？我就是一打工的，我们这家呀，还真都是桂花操的心。应该说，我对这家出力很少，谢谢了夫人。哎呦，你们这两口子不带这么秀恩爱的，让我们别人没法活了。哎呦，我错了，我检讨，我敬姐妹们一杯，好不好？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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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。你们姐几个聊着啊，我到隔壁敬个酒，但是千万不要说我的坏话啊，不然我在家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好，你们慢慢聊啊。哎，好喝点啊。好嘞好嘞好嘞，你来，咱们喝咱们喝咱们喝。其实我们的复仇手段并不光彩，但是没办法，商场如战场，你不打败他，他就会吃掉你。特别是面对好运来这样的对手，我们不得不防他的严谨，他的细致，他的准确，都值得我们学习。我现在的所作所为，都是在实践从他那儿学的方法。我很忙，不想听你讲废话。哎，请你等一下，杨秘书，我只跟你说一句话，跟我见个面吧，求你了。我凭什么要答应你？你当初重视过我的请求吗？你答应过我吗？我什么？现在后悔了？是一个负心人的后悔吗？晚了，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我要将从你那儿学的东西都完全彻底的还给你。喂，杨秘书，喂，杨秘书，喂，喂。妈妈，多好吃啊，还不错。老公，给谁打电话呢？没有，一个朋友。我说郝总啊，是不是因为刚才我们在里面说话吓着你了，所以你躲在外面啊？没有，我跟你说了，出来送个朋友。你看看这多遗憾呢。就刚才您不在的时候，我们姐儿几个那顿夸您呢。这当男人就得像您这样，对工作从不三心二意，对老婆那更是一心一意。哎呀，我打算今儿回去跟我们家那口子好好说一说，就以郝总为榜样，让他对老婆好一点，家务活多干一点，老婆的话呢得多听一点，两口子无话不谈，多坦白一点，你说是吧？哎呀呀，你们都别欺负我老公了啊，不然来时尚秀我不给你们打折。哎呀，开玩笑啊，欢迎你们带着家人过来我们时尚秀啊。哎，今天就不送了啊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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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这么看我，想必你也清楚，是杨春红给我打的电话，但不是我找他，是他骚扰我。我知道，你别紧张啊，欠的债迟早要还的啊。今天是海云服装公司正式成立的日子，按说我们应该大张旗鼓地庆祝一番，但是我们必须低调，因为暗中做事才能掩人耳目。好运来，经常使用出奇制胜、攻其不备的战术，所以好运服饰才能在商海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。我今天是怎么了？总是绕不开好运来，这也许就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吧。哦不，应该说是一朝被蛇扰，十年忘不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他了，换个话题吧。我建议你们去一下你们经常去的太和楼。太和楼？现在叫时尚秀。时尚秀？谁给改的呀？好运来。好运来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富贵花收购了太和楼。我希望你们多动动脑筋，对好运服饰的攻击，除了正面攻击之外，有时候旁敲侧击，也许会收到事半功倍、意想不到的结果。好了，你们忙你们应该忙的事儿吧，我先走了。刚才人多，没好意思正式谢你。我说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？怎么老是婆婆妈妈的？不就合作那点小事吗？你倒好，从我下车开始谢我，一直谢到我临走了，你还谢我。小心把我谢烦了，我就取消我们之间合作了。哎，丽丽，别误会啊。你刚刚叫什么？啊，口误，应该称李总。感谢李总的原谅和理解，最重要的是你答应我们不收一分钱与我们图戳时代合作，真是让我非常感动。别煽情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个人最不吃的就是这一套。不是煽情，是真心实意的，不信你问金秘书去。说实话，你要感谢的话真得好好谢谢人金秘书，要不是他啊，我很难再次跟你们图戳时代牵手。冲你啊，我早就跟你各奔东西了，金秘书，好样的！你不会是因为金秘书才原谅了我吧？就是因为他怎么了？你不会是看上他了吧？我就看上他了，怎么地吧？你看，你看，我就说吧。说什么说呀？人金秘书长得就是比你俊，比你秀气，人雌雄同体。倒是你天天跟他在一起，我都有点担心你了。担心我是吧？取向跑偏。你不会以为我为了让你跟我合作，把金秘书派过去给你施美男计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三句话不离下道，你以为我是你啊？还施美男计呢？瞧你没出息那样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就算你们两个在一起了，他可是比你小好几岁呢啊！人家迎春阿姨能同意你玩姐弟恋吗？我算是看透你了啊，你就是我冤家呀！冤家好啊，不是冤家不聚头。好了，我跟你说正事啊，为你下一季新品发布会制作的特刊，美编已经排版好了，我看了一下，还不错。待会儿发给你看看，你要觉得没问题就可以印刷了。这么快？还是那句话，是金秘书感动了我。那我就没起一丁点作用了。你有
哎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我明天晚上出差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不告诉你。无聊。哎，两天以后。一路平安。先生，今天是我们开张的第一天，所有的菜品都打五折。好啊，反正我就一个人，你跟大厨说，一荤一素一冷一汤，一份白米饭。啊，您不看一下菜单吗？不用，我就看看你们大厨的本事，看看他如何给我搭配。那您有什么忌口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我这就去给您准备，您稍等。好。陈红，嗯，当初你为什么离开公司，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。但是你现在为什么又回来了，我真的是不明白。当初本来想远走高飞，但是冷静之后，我发现我舍不得。这里有太多东西让我留恋。你回来是不是因为还忘不了郝董事长？毕竟我跟他在一起工作好多年，哪能说忘就忘啊？要是真能忘，我也就不会伤心了，更不用走了。我直接把他当成一个陌生人就好了。不过一直以来都是我一厢情愿，好运来从来不为所动，所以我这次回来绝不是因为他。那你为什么回来？为了生活，或者说为了我熟悉的生活。我不太明白。如果换作是你，你的生活都有什么？我的生活里当然是除了家庭就是工作了。什么工作？当然是我最熟悉的服装设计工作呀。我也是。啊，你不会也要学习服装设计吧？我哪有那天赋啊。不过我毕竟跟随郝总多年，对服装生产管理有一些了解，所以这次回来我想介入服装制造行业。春红，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，这办厂呢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首先，这资金不是问题。那场地呢？也不是问题。你不会连服装设计师都找好了吧？目前正谈着，你也认识。我也认识。他获得各项大奖和你一样多，十几个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金简奖啊，和国际时尚设计大奖。他还是好运服饰有限公司的首席设计师。你
说的该不会是我吧？不能是你吗？汤来了。那菜已经上齐了。好好好。您觉得味道怎么样？要说这味道还真是……哎，这是不是做饭的大厨啊？对，这就是我们的主厨高师傅。哎，您好。按照色香味形养五门功夫给您做了三菜一汤，不知道您感觉如何呀？要说你这厨艺啊，还真是不错啊。虽然这其他的菜啊我还没品尝过，不过摆在我面前的这三菜一汤，无论是火候、油温还是营养搭配，那都堪称完美啊。哎呦，谢谢您夸奖，谢谢。听您这么一说，就知道您一定是位美食家。这样吧，您先慢用，我去给您准备一份果盘。哎，对，去上一果盘啊。好啊，好，谢谢啊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高大厨，就凭您这厨艺，在这区区餐馆可有点大材小用了。您看出来了，实话告诉您，我就是把这儿当一跳板，这座庙太小，我是真的施展不开拳脚啊。啊，那是当然了，啊，就凭您这三菜一汤，啊，完全可以到一个五星级大酒店任个行政总厨。真的，绝对没问题啊！你在这儿能拿几个钱啊？这要真当上行政总厨，一个月挣的工资得是这儿半年的钱。怎么样？想不想活动活动？我当然想了。不过我这刚来，恐怕……怕什么呀？现在市场经济，谁怕钱要少啊？对呀，出门打工不就是为了挣钱吗？这位先生，您要是能圆了我这梦，我是感激不尽的。你也不用客气，你完全是用厨艺征服的我。等机会吧，我想着这事儿。那我就先谢谢您了，啊。郭主管，我是诚心邀请你加入我的团队。陈红，首先呢，我特别感谢你对我的信任。但说实话，不要意气用事，更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向郝董事长证明你存在的价值。这小胳膊毕竟是拧不过大腿的。这另外呢，我是不会离开好运服饰的，这里毕竟是我的天地，而且郝家对我也不薄。哦，我说这些你千万不要误会啊，我当你是朋友才跟你说这些话的。郭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生气的。我要是不相信你，我就不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了。我就是希望在不影响你自己工作的前提下，私底下帮帮我可以吗？当然，你可以获得一份你应该获得的报酬。你想啊，现在养家糊口，特别是培养孩子，哪样不需要钱啊？是啊，现在我们两口子加起来的工资有一半都花在孩子身上了。嗯，那好吧，那我就做你的编外设计师。太好了，谢谢你郭姐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，我给你做设计，但你绝对不能打上我的名字，
更不能让好运服饰知道。这个你放心，郭姐，我敬你。这个你拿着。什么？钱啊？啊不不不不不啊不不，你别误会，这个是玉芝给你的服装设计费。绝对不行，我无功不受禄，大功在后面呢。今后啊，我就指着姐姐你了。好吧，来来，快吃吧。郝董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？杨春红又来电话了。不是您先给他打的电话吧？不是，我本来想打来着，后来我就想到你的提醒，就没打。哎，没想到他的电话打过来了，就在我们时尚秀开业的时候打的。我就觉得啊，他打电话的时候可能是看着我呢，好像他就是在我的左右。杨春红已经等不及了。他有什么等不及的？你看他离开公司的时候，应该讲无论是我还是公司是对得起他的。再说了，在他走之前我们曾经谈过，我可以给他啊，包括公司都可以给他经济上的补偿，他不要。而且他走的时候是自己悄悄走的，那我们没欠他什么，他有什么等不及的？人呢，是最容易后悔的生物。杨春红之所以回来，应该就是想要回他想要得到的那些东西。他想要的东西我们给不了啊。在公司的时候，我曾经就跟他推心置腹地说过，如果我要是给你一个经理的位置，这就彻底违背了我职业操守的底线。我跟他说，我所能做的，公司所能做的，就是给予一定的经济上的补偿。如果你想出国学习，没问题，公司出费用，其他的免谈，我无能为力呀。那既然这样，郝董事长，这件事情您觉得要怎么处理？要不就这样，尽快的联系他，最好呢我们是能够面谈一次，哎，我好了解一下他到底想干什么，或者是想要什么。可以，但是郝董，我还是想提醒您，在这件事情上您需要保持绝对的冷静。第一，如果杨春红给您打来电话，不要在语言上刺激他。第二，不要主动联系他。您要知道，人啊，在最绝望的时候，往往会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。是，我现在就有感觉了，他现在的表现就是出乎我的意料，我不知道他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哎，哎，来了来了，要我帮忙吗？别别别，我自己来。对。哎，师傅，嘛呢？累了，歇会儿。累了，偷懒了吧你？啊，去，干活去。高大叔。你看看啊，这是今天咱们订的菜，葱、芹菜、西红柿、茄子，您点点数吧。啊，齐了。哎，这菜的品质没得说，这价钱也不便宜吧？那可不是嘛。哎，郝总经理说了，这个东西啊都是入口的东西，别吃坏了人。
就算贵点也一定要好的，不能让消费者吃亏。老金，一看你跟我们郝总就一样，没开过饭馆，不懂得后厨赚钱的秘诀。这个食材这东西无所谓好坏，就是臭鱼烂虾，你只要采用浓汤味儿后酸汤麻辣这么一做，根本就吃不出好坏来。你想想，一条臭鱼才一个钱，一条活鱼得20块钱，可是咱做好了能卖38，你说哪个挣得多呀？啊，您不会卖臭鱼吧？小点声，常盼你给吓。我呀是给你举个例子。我呀没开过饭馆，但是我知道怎么赚钱。嚯，你还知道怎么赚钱？说说。凭良心赚钱呐。凭良心？就你们这些送菜的还有良心？你别跟我这唱高调啊。凭良心，凭良心就不会有毒奶粉、地沟油、尿素豆芽、假牛肉，还良心呢？行了行了，您说这些我真的不懂。反正我知道，就算是少赚点钱呢，也不能毁了名声。老金呀，你还是务实点吧。这年头谁跟钱有仇啊？啊？跟你说实话，啊，这后厨啊，是我承包的，好坏全是我一句话的事儿。但是这结果可不一样。你能否从郝总那顺利拿到钱？您什么意思？说白了吧，你送便宜菜，我按高价收，这一进一出，咱俩46。啊，真不错。哎哎，37行吗？啊，三，哎，要不，28，28，哎，19也成啊。嘿。伤了心，却从没有怨言，天天要在人面前将好心情再现，躲起来一个人消化所有的从前，安慰自己说心甘情愿。是想象中说断就断那么简单，不是表面上要走就走云开雾散，经历过一颗心承担所有的磨难，哪里还敢说重来一遍。忘得了的忘，忘不了的慢慢忘，既然不再见就再也不出现，所有好的坏的恨的爱的都再也不见，每个人都在一点点也可以不抱怨，一切新的旧的美的丑的都留在当天，爱与恨都会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终点。忘得了的忘，忘不了的慢慢忘，纵然不兑现也可以不抱怨，一切新的旧的美的丑的都留在当天，爱与恨都会
走向生命的终点。